来，今麦来个亚罗街夜市啊。哦，三组一公斤15啊。人超多的。哦，人非常多啊。这边都是观光客的，也比较少印度人跟那阿拉伯人，看起来比较安全的。椰子水啊，哦，很多卖榴莲的，看一下榴莲价格。然后上网了，没有写价格，很贵。哦，哪只呀？哦，一路走到最底呀、啊，可以吃烤鸡翅跟沙爹、啊。哦，很热闹啊。这次来人特别多，上次遇到下雨有人就很少，这次人很多，都是华人跟那个外国游客、啊，哦，洋人居多了，不会有那个印度人跟阿拉伯人，毕竟这边消费比较高啊，我们这边比较安全，很多人这样，人那么多。拍照啊！哇，人山人海。哦，大家都在那边吃海鲜呢。很多人。每间生意都很好。每个桌子都客满，座无虚席，人很多人。我都不晓得等一下有没有位置坐。前胸贴后背，是人呢、啊。哦，这边比较人比较没那么多了。哦，前面呢超多人的。来到黄雅煌小吃店了，吃烤鸡啊，是。这老板，还一个人，黄雅煌，你看一个人，开了几间店面，你看，吓死了，都他开的。这边都没有生意，没有今天。这个在烤羊啊，烤半羊啊。我们在下面，我们烤半羊，全羊。弄一份呢，那个买一点水果啦。跟卖榴莲的，榴莲的价格。OK， 买来吃黄雅煌烤鸡翅，我一个人。有没有人招呼我们？他坐哪边？
看一下它的烤鸡翅啊，哦，烤鸡翅，我这边呢，哦，无敌风火轮烤鸡翅，哦，转转转，这边烤沙爹，烤鸡翅，无敌风火轮，看一下无敌风火轮烤鸡翅啊。这边也吃啊，哦哦，无敌风火轮，哦，咕噜，哦吼，你看这大哥这样子烤，无敌风火轮烤鸡翅啊，今天烤鸡翅生意上好，黄雅煌，哦，对，雅罗街夜市，有今天生意上好，好，找位置坐 ，OK。虎式烧鱼啊，煎鱼啊，煎啊，烤沙爹啊，来马来西亚就是要吃烤沙爹啊，好吃的沙爹，台湾吃不到这个味道，烤沙爹，有鸡肉跟羊肉的啦，这两种最好吃的，沾一沾，你看这亚齐亚人有侪无哩无？叉专栏，这阿伯看起来一望无际啊，我感觉头家的你看，黄雅华对吧？开动，等要一点钟，终于我吃到鸡翅啊！哦，够加酱料了哦，黄雅华烤鸡翅啊！哦，等要一点钟啊，人够多的你看，我阿伯一望无际了哦，拢是人啊！哦、我今麦要啉要糕点，嘛个人啊侪，好啊，吃烤鸡翅啊，哦，烧烫烫多行好，烧烫烫。灯站呢、啊，那么多人，你看，人来人往，那么多人。Good.